其实我自己在遇到他之前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，规划方向什么都特别明确的一个人。但不知道为什么碰见了他，我就特别特别的依赖他。好紧张啊，还有多远啊？我慢慢的喜欢上了这种感觉，然后喜欢现在咱们这样的状态。从今以后，我还会像现在这样继续的陪伴你，追随你，爱你，给你一个温暖的港湾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我的青春有你，余生也全部都是你，我爱你。其实我想说一下为什么选2月22号领证。在2008年2月22号，我转到了临汾一中。在我们班里面，我碰到会陪我走过一生的人。2月22号这一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最期待的事儿，就是每周的换座位。每到周五，大家开始轰轰烈烈的搬桌子、搬书本，我就在悄悄计算着和你的距离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做到了同桌的距离，我就特别特别想时间就定格在这一刻。当时的我肯定做梦都想不到，后面陪我走过2000多个日夜、无怨无悔、坚定不移的人就是你。感谢你的出现，让我的世界充满了阳光，陪我一起把梦想一点一点变成现实。能够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守，是生命赐给我最好的礼物。我会愿意更加珍惜你、爱护你、理解你、守护你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保证你从此不再。